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余生，我是 K。 今天去了哪里？我们去 Chesida， 我们去了一个华人超市。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买鱿鱼，买鱿鱼，冰鲜的鱿鱼，鱿鱼干。因为我们在万城买不到，是啊，阿婆想煲汤，就买只大鱿鱼。它不是用来煲汤的，这只鱿鱼是用来切片之后发了去用来炒的。那好啦，我们现在进去带大家去看看啦， Let's go。 因为其实我们上次已经来过一次了，这样呢，我们今次特登来呢，就是买鱿鱼用来煮东西吃，或者去煨。咁我呢间铺头咧，都有好多唔同种类嘅华人美食嘅，例如有韩国嘅酱料啦，日本嘅酱料啦，都可以揾到嘅。有韓國的麵啦，好好吃的，不過個價錢就貴一點啦。哇，呢只都好吃的，唔係呢一隻，呢一隻勁興奮食到。咁有韓國麵啦，有唔同嘅麵嘅。還有啲粉絲啦，哇有特價 ，buy one get one free， 酸梅子唔啱，個雪耳米子，冬菇。有湯底、七味粉、台灣的魚鬆、Oyster Sauce、咁仲有啲米酒啊、肇慶酒啊、生抽、老抽、油啊。其实这些就在哇这个呢，在榮業行买两磅半，即在 Tesco 买呢就两磅，这里要3.49磅。不过我们今天来呢，就是最主要是买这个冰鲜货鱿鱼，是啦。这个就是一些茶类了，虾饺、烧卖。我这里有个观众介绍过这个超群的烧卖是好吃的，那我都吃过都 OK 的。有些咖喱啦，就是来这边了。我们今天最主要来买呢，就是买这样东西了，鱿鱼干。因为我们在曼城呢，很多地方都找不到这只东西，那我们一阵再拿。是只有这里才有。之后就有啲酒啦，哇！八寸香，我哋好想去啊！
去過兩次就八川鄉。好啦，揾緊咩啊？揾緊咩？唔買多一包呢、這個？唔買咁多啦。特登過嚟嘅喎。咁就唔同嘅醬料啦，唔同嘅調味料啊、熱料啊咁樣啦。咁仲有電飯煲，一箱箱嘅麵可以咁樣賣嘅，唔知係咪平啲？之後呢度就有啲冰鮮凍櫃，呢度買肥牛卷啊，牛肉卷係$4.99一盒，勁少。羊肉卷，好貴啊！呢度打邊爐係好貴啊！跟住仲有啲碗啦、啊，反而呢一 set 咧，鴛鴦嘅火鍋咧，佢有埋個筆。加埋，其實$17.99咧係抵嘅，因為我哋喺曼城買咧係全部係散開曬，呢個還呢個啦，呢個還呢個咁樣買，咁呢度係抵嘅。咁仲有筷子啦，蒸籠啦。我唔使袋啦，係嘛？哇！快咁快已經俾錢啦。我乜嘢其他啲？你又貴啊？其他啲。係啊，咁就最主要係買呢個魷魚啦，我哋今日呢個魷魚幾多錢啊？呢個魷魚？呢個魷魚係$9.50啊。呢、這個係咪你噶？哥哥你攞埋俾哥哥啦。走啦。仲有啲豉油、蠔油。有唔同嘅烏冬米衣。俾咗錢啦，腐皮響鈴啊！呢度係貴啲嘅先，呢度啲嘢全部都係貴，但係唯一一個係淨係得呢個魷魚有得賣。所以我話應該買埋嗰包。食好耐啊！好啦，我哋買完啦，我哋最尾滿咗而歸啦。其實佢除咗大魷魚之外咧，其他嘢都比較貴，唔夠曼城平嘅，因為但係曼城冇呢個買啊。Hello， 我哋翻嚟啦。係啊，咁我哋不如睇下個魷魚係點嘅樣先。佢入邊咧有三隻嘅，但係已經俾阿婆率先剪咗，慳任嘅一隻嚟食。你一定得兩百兩隻半。咁我哋睇下呢一隻先啦。其實都好大塊下嘅。有竹蘇喺度嘅。係啦。咁大唔大過耳仔塊面咧？大過啦。大唔大過我塊面咧？大唔過。香唔香？其實$9.50有三塊都抵嘅，即係你要還翻三，因為曼城買唔到啊嘛。係啦，咁如果大家經過 Chester 嘅，就可以去買魷魚啦。係，我嚟整魷魚肉餅、魷魚乾、烏魚、烏魷魚。好啦，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呢條片嘅，就要 like、comment、
share， 仲要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。下次见。